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日嘅主题系重温全盘计划图中云彩部分所列出十二样喜乐的因素第四部分。我哋需要归属感同埋委身，主向我哋已经委身到永恒，同我哋最深相属。我哋亦都有弟兄姊妹，神将我哋拥抱埋一齐。呢、这个家里面有阿爸、主、圣灵同埋我哋，系呢个爱梦最完美嘅表达。另外，我哋人生有意象、标杆、方向，充满咗动力，亦都充满咗意义。我哋有最高嘅自我形象，又有荣耀嘅工作，贡献好大。呢啲一切带俾我哋享受、安息、喜乐同埋满足。我哋仲有永恒，系最完美爱嘅世界。即人需要归属感噶，需要委身，即主要委身，为我佢向我委身到永恒啊，负责晒今生到永恒，就帮佢系最深相熟噶。冇一个团体啊，全世界有比我帮主就帮阿爸嗰啲嘅相熟咁深。我有最深嘅亲情，最美丽、浪漫、最深嘅爱情同埋友情嗰方面啦。一切嗰啲团体，一切咩嘢嗰啲冇得比，任何群体都冇得比。所以我个恩我好快乐可以，因为我一个恩唔系一个恩噶嘛，我系帮主一齐啊嘛。就帮佢同行啊，嗱可以亲近佢等等，呢啲关系超过你，你有好多人喺身边啦、啊，就吃我快乐好厉害，你唔够快乐噶。我喺山上，我唔使人噶，我有主，我好快乐。当嗰啲宝贵人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紧要，神可以揽住晒我哋，佢最爱啲咧就喺个家里面，呢家里面有阿爸、主就圣灵，有埋我哋，呢系最完备嘅，叫做爱慕表达。阿爸主圣灵同我哋啦，今就系宇宙中嗰啲最宝贵，就系会影响祝福宇宙一直永恒一路去啦，无数生落嘅人啦。我系嗰啲最核心嘅啲，同埋我系猪长之嚟噶，承受神都做一切，所有直到永恒，佢做乜都好啦，我哋都承受晒，帮主同作后嗣承受一切，帮我爱子，你冇可能有更大幸福噶。再就。我哋人生系有意象啊，有标杆方向啊，我哋唔系嗰啲迷惘，唔知道做乜。我有标杆啊，呢标杆就系我哋爱佢同人啦，帮佢相爱，就系完成个心意一齐。咁呢一切都会成为好多人祝福噶，就会自然流出去，好多人祝福。咁所以你试个人先至会有更有动力啊，似或者系懒洋洋咁样。后面都讲到啦，心底渴求动力，呢一切各样俾你个人啦。是知道人生好有意义台啦，甚至好兴奋同埋啦，好有价值嗰啲啊！你个人唔会喺度懒懒洋洋噶嘛？你都主流地上佢系懒懒洋洋噶，行行企企咁样，你点会跟随呢个金主啊？就佢有成就乜嘢？我问你，咁主话佢电心接近火烧，佢有 passion 噶，有热情喺度。如果你个人懒洋洋，都冇快乐啊，都冇啲宝贵紧要嘢做。嗰啲宝贵嘅方向，宝贵嘢去成就啦。咁而家我哋要成就神嘅心意啊，有冇更大？到成日最多人祝福噶，影响你个人啊，影响埋你健康噶。我就有时瞓得唔够，但系呢样嘢帮我好大。主要托付同我意象个强度啦，我人生意清楚同埋咧，神嘅心意清楚啦。呢样嘢哇，即系使呢个人系快乐噶嘛。咁另外咧就有意义。冇乜有意嘢做嘅人快死噶，就退休咗之后咧，冇乜嘢就早死噶啲人会，所以我哋长命机会好大噶。不过我都遇过其他因素嘅，我想有咁长命，咁长命，唔系只贪长命，而系话咧，如果系早咗完成主咧，我就唔想长命。但系我先系，如果仲未完成咧，我想尽量长命啲，完成咗先至见主，透咗。咁所以我想长命啲噶，有份完成啊嘛。你等我等你都唔系太好噶。通线老师，
自我形象。我问咧，全个世界有乜嘢人俾到我更高嘅形象咧？好人好想话 self image 啊。如果你嘅形象系乞衣嘅，你唔好发怒啊。所以形象啲人噶，咪有清人啊，或者皇帝仔，或者系总统嘅仔咁啦。啊，佢读书嘅时候佢都会用功啲噶嘛，即系知道将来要有啲光位，佢都会有啲预备嘛。只要形象系啲黑嘅人翻佢落。你觉得自己都系比较有啲自卑，就形象都好低落啊嘛，你冇咁快乐啊！全世界有你讲俾听，有边个更高形象啊？好唔好？边个有更高形象高过阿爸亲孩子咧？总统啲头领士嚟啊，比起我系阿爸嘅亲孩子，你咩皇帝嘅仔？你皇帝都我阿爸做嘅啫，我系阿爸亲孩子，冇可能有啊！你有呢个几句牙刷刷。都系冇用啊！我知道自己边个嚟嘛，系主佢至爱嘅佳噶。我问你，佢绝配唔配？边会有更高歌咧？佢系我良人。嗱，所以呢啲我系使我最快乐噶。另外仲有价值，嗱，我价值边个讲？冇人讲到，我冇讲，即系太高啊！你如果想知道价值，你就问下主啊，好啲，因为佢问我永远上去啊，佢问我死十字架上。我问你个血嘅价值系点啊？神嘅血嘅价值系点？佢永远成为人。你问我价值，你问主就好啲啦。我讲唔到，但可以讲一句话就系、是：我喺佢度揾到我自己，揾到我真自己，我真正嘅价值。因为佢俾上我自己，可以话机会换取我，佢得咗我，之后佢先讲到我的价值。阿爸，佢差我之嚟，立佢做大祭司，要为我死，为我永成为人。你得咗我做个亲孩子，呢个价值我谂系只有阿爸主佢先讲到。冇可能我知晒，但我知道，宝贵到我点讲啊？只有神先能够讲，所以好惨啊！有啲老人家或者其他嘢冇得用，嗱，我要将啲真理、啲神嘅爱带俾其他人。好多人觉得自己冇人理啊，多佢讲。少佢讲冇乜嘢噶，呢位创造整个宇宙万物嘅啦，佢冇可能失去我，我必定永存噶。佢唔能够冇我，即系话，因为佢爱，佢因为爱系最需要我。嗱，呢切主打俾我哋，喺神爱门中包晒喺啦，荣耀工作贡献。施比受更有福，同俾人嘅啦，就有俾我哋嘅，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咁倒喺个怀里面。嗱，呢个系我一生嘅经历，系真嘅绝对。神俾我多到简直冇办法计，但系咁嘅佢使我嘅初信咧，就都系一个俾嘅人生。我盼你去俾人，将宝贵嘢俾人，福音俾人啦。即投入侍奉里面，嗱佢俾嘅嘢，一定你会知觉得太多太多，同你会得到你而家冇嘅嘢，一定。再心底下求求讲我咧，你动力，我即系动力太强啫嘛，享受安息喜乐满足，真系好好噶，因为咁多嘢，一切都带俾我哋最后呢、這个享受安息喜乐同满足噶。神在我哋每个你都会寻求快乐噶，因为神今日系佢爱我哋，今日要我快乐，就特别系因着佢快乐。先讲到我哋有几样嘢好特别，有少分别噶嗱，就系、是、咧我哋因主喜乐，有一样系个靠主喜乐，保罗个靠主大大喜乐啊，佢叫我哋靠主常常喜乐咁就紧啦。因主喜乐啊，哈巴谷书啦，佢话
好多环境好恶劣，但佢因耶和华欢欣，因救佢神喜乐，系因神喜乐。咁再一样咧，好就以神为乐，但系起码你要靠主喜乐，咪先？你靠主克服你而家任何你心境，无论你系失败咗犯一罪，或者心情唔好，好容易胜过咋？就主啊救我，心底话主啊你救我。或者主救我灵魂，即刻改变你嘅情况。然后跟住咧，你谂翻所有神要谂嘅嘢，特别系嗰一切快乐嘅嘢，就是、主嘅爱方面，你嘅心改变。咁但系你好啲，每日亲人主啦，甜蜜情嗰啲啦，帮你继续运行高潮。咁再明行，即系人需要个安全感啊。最紧要去最后系点？嗱，我哋太宝贵。而家你全世界都搞搞震，或者喺度国家打嚟打去，大家想争呢样嗰样，最后完全嘅胜利系基督帮教会嘅，就去到全个宇宙每个角落，全部承受晒、管住晒，圆满噶。周围遍满我嘅世界，呢个系神嘅计划。咁但系我哋帮主系永远作王嘅。是一同承受一切，管理一切，嚟祝福嗰啲一切。下面都系好紧要噶，魔鬼想阻碍你快乐，你先睇本书啦，全门嘅话，咪下佢，通透下佢，呢个系能够使你得着咧，全世界暂时讲到喜乐咧，最嗰因素最满噶，但系最深嗰啲就是最宝贵嗰啲，俾到你最大喜乐嗰啲嘢。